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家族，欢迎收看四月二十二号礼拜六的云林地方新闻。今天是世界地球日，环保署在全国各地同步来举办净碳的活动，其中关乎环保局也选在咱台西海洋来响应，因为刚好是拄到假日，所以有不少家长是专工带囡仔来参加。主办单位预估，这次有超过1000人做回来整理海洋的环境。另外，在活动中也特别邀请到今年台湾灯会五亿春秋的主角苏焕珍和罗晓来担任代言人，要邀请大家共同来为地球的环境尽一份心力。为着响应四月二十二号世界地球日，环保局在台西海洋举办净碳活动，并邀请布袋戏的两位主角来担任代言人。与大家共同为了守护森林的海洋，珍惜地球的资源。我们的森林更加美丽。海岸的资源丰富，但相对海岸线也很长，有将近1700公里的海岸线。所以今年我们环保署特地跟地方县市政府来合作，希望能广邀企业界、宗教团体、还有学校、还有社区的团体跟协会共同来推动这个净滩，还有后续的认养活动。森林馆长李进勇今日也到现场参加活动，伊强调地球不是祖先传落来。是咱向子孙照的，所以爱好和爱好，才袂对不起后一代。联合国的地球日，就是要唤醒大家对于这个地球的关注。咱应该爱好好啊珍惜咱这个环境，要爱护维护这个地球，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代生活了品质会较好，嘛会当予咱的下一代咧，啊，因的生活原来会当像咱遮好，甚至咧是比咱较好。今日真感谢各位吼，来阮台西，甲阮净滩啦吼，啊，上重要就是吼，咱个等下净滩的活动吼，诶，石头吼非常歹行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吼。今日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加，台西分局也趁着这个机会做宣导。另外，有志工伫现场教民众如何回收纸盒仔做环保。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不是等到环境被破坏才来重视。目前全世界海洋的垃圾，有80%都是塑胶垃圾，那都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再度的呼吁，我们必须把垃圾分类做好，垃圾不要乱丢啊。那特别是我们李县长目前在推动的就是垃圾减量资源回收，垃圾分成一般垃圾、可回收垃圾，还有厨余，一定要分类好。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办理，能够唤醒我们所有云林县的县民，大家共同来做努力哦，来把环保做好。地球敢有一个减少使用塑胶用品的行动，现在都要请你甲我为生活开始做起。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